乖，真的有食物很乖耶，真的。来坐下，坐下。他知道坐下吗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行，会握手还是？握手。哦。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握手。握手，握手。握手。来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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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子以后。来来来，握手还会开门啊？我其实蛮怕会叫或者是会咬人的狗啦，那它就是个性超级无敌温和，然后我每次都很喜欢熊抱它，你不觉得它很像一只大白熊吗？然后就毛这样蓬松，而且它的眼神很自拍，拍照的时候它就会很定点的让我拍。我发觉自己在那边跟它录线动的时候，然后我自己回播要放上去，我就想，啊天哪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声音怎么高八度了？想给你看看。啊！我想自己养一只。其实有哎，有想过，但是这个念头已经好几年了，可是都一直打消，是因为真的，我觉得养狗你一定要有时间陪伴，因为没时间陪伴，我就觉得它很可怜。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，我自己没有什么时间，那干脆就是，玩别人的狗。玩别人的狗，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就不舍？就玩别人的小孩就好了。是没有想到那边，我觉得人生到那个阶段，说不定我在。工作上面的比例就会变少啊。你现在的心有住人吗？还没耶，那么慢。就是这应该是说我预备好了，要好好的谈一场恋爱。所以这个感情好像很多年，从出生到现在都在等哎。就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嘛，就是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啊，不急啦。因为我是一个很 man 的人，一个人去看电影那些，我觉得都还蛮快的，而且就很方便。因为我是一个很怕，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很女生，好像很需要被保护或 take care。然后我觉得我很多事情基本上我都可以自己 handle。待会继续步步前进，因为安导戏大家节奏很快，然后大家其实一心想的就是说可以早早收工把家回。我当班长当习惯，我就自己就是背，然后工作人员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拿了。我当然已经有交到男朋友愿意。为什么？有的男生想要对你示好，就发现这个事情都做完了，他发觉这是不需要我，我不知道干嘛。而且比如说小白，你看这里，老娘已经看过啦，我觉得你问题在这里啦，找到原因的啦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这个老娘多值得啊，解决了你那个母胎单身多年的一个原因。所以我是要怎么样？是要示弱的意思吗？还是我怕你40岁再跟我做访问的时候，还是跟我讲？如果相亲的局，你会想参加？讲坦白，我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，就是我很怕就是那种局，好像去了就一定要怎么样。从朋友开始做起，这种自然的场合我比较适应。那相亲目前再看看，然后遇到更欣赏你的男生照顾你。我觉得互相照顾啦，别不要讲说照顾我，我感觉这样感觉好像是我怎样，我现在是很可怜，没有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。爱情好好相信，才不枉辜负这命运的相遇。对的人对上了时机，心有灵犀，正好爱上你，美好了我的。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，想要开个什么演唱会啊？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个目标，但是我觉得要开演唱会之前，我要先累积自己的作品。你总不能说不好意思啊，我去演唱会就这7首，然后在家之前 EP 10首歌单，这样没有，就是先累积作品。等一下消息。各种好，有没有？有哪个好？好，都好，大家都好好的哦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